是影视会员，你也可以收获你的故事一哟。我来，怎么办啊？有件事情再跟你们说一下。刚才电话说的是真的吗？雪姬在哪儿？我要见她，现在就要。她在体检，好的时候我会跟你说的。准备好了，楼下有个圣诞老人站了很久了，不知道是哪个商家做的活动呢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啊，你是圣诞老人吗？圣诞老人，你的鲁道夫都回去了，你怎么不跟他一起走啊？不给小朋友送礼物了？我吗？我已经不是小朋友了，我不能再收圣诞礼物了。圣诞老人，你回去吧，外面挺冷的，快回去找你的鲁道夫吧。十一，是你吗？
今年圣诞节真冷，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？也是，没经过我允许，是不能出来的。雪姬，圣诞节快乐。圣诞快乐，十一。我们大家都互送完礼物啦，雪姬，我们每个人都给你写了一封信哦。那我念了。别念了，矫不矫情？算了，你让雪姬回去吧。哎呀，我现在还不困，想跟你们多待一会儿。念吧。嗯。雪姬，我以前一直在想，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烦恼吗？真正开心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不对那样的生活抱有期望，我不觉得那是我可以拥有的东西。可是，我遇到了你。请问，你愿意做我的管家吗？管家？跟有缘的人一起生活也挺好的。车祸也算有缘人吗？你给我一个真正的家，你成为了比我家人还关心我的人，你永远告诉我要坚强，要自信，要追求想要的。我的人生从来没有出现过奇迹，直到我遇到了你。雪姬，你想吃什么？你以后想去哪儿？你都告诉我吧，我去学做那些好吃的做给你吃。不要再吃泡面。念不下去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好。李雪姬，怎么形容这个人呢？说漂亮吧，也不漂亮，哭起来很丑；说身材好吧，还有点胖，因为老吃零食；说有文化吧，全是靠自己实践积累，猛混过关。但是李雪姬是个特别善良的人。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陌生人。他喜欢各种玩偶，他活了那么久，还是那么天真。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应该感谢的人。也是我最想看到幸福的人。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像普通人一样，一样跟喜欢的人说说笑笑，一起老去。我就希望他能够开开心心的，没有烦恼。
就想吃的零食，尽情的笑和哭，过马路也要牵着手，那样过，那是我最想看到的。我愿意用我现在所有的来换这个愿望。干嘛呀？大过节的，气氛搞这么伤感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念了，回去我自己看吧。觉得我最近太任性了，我仗着自己可以活得很久，我就觉得那些想活着人的心愿特别可笑。我就想，这世界有那么好吗？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如果你遇见了你想多看一眼的人，有了想抓住的事儿，你就会变得特别担心，想再多看他们一眼，多活那么一会儿，哪怕是一会儿。雪姬，我一直在。十一，我最近常常有一种特别侥幸的想法，我就在想啊，你说有的人能活60岁，但是有的人能活80岁呢？也许余寒死了，也许我明天就死了，但是也许我可以再活几十年呢。十一，我有一点后悔了。你说我怎么不去信个神呢？不去信个神，或者信个菩萨，我去给他们磕头，他们会不会帮帮我呢？雪姬，我会一直在，只要你想我了，
就一直在。讲故事吧。有一只活了100万次的猫，这只猫死了100万次，又活了100万次，是一只漂亮的虎斑猫，有100万个人宠爱过这只猫，有100万个人在这只猫死的时候哭了，可是猫连一次都没有哭过。有一回，猫是国王的猫，猫讨厌什么国王，国王爱打仗，总是发动战争。打仗时，国王会把猫装在漂亮的篮子里带在身边。有一天，猫被一只飞来的箭射死了，正打着仗，国王却抱着猫哭了起来。国王仗也不打了，回到王宫，把猫埋到了王宫的院子里。有一回，猫是水手的猫，猫讨厌什么水手，水手带着猫走遍了全世界的大海和全世界的码头。有一天，猫从船上掉下来，因为猫不会游泳，水手连忙用网把猫捞上来，可猫还是淹死了。水手抱着一块像湿抹布似的猫，
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雪姬，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好漂亮、啊、微信的样子你确定了吗？装聋或者那些，如果你能活上千年的话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我不想活那么久，独自一人活在世上会很孤独吧。可如果和你在一起的话，即使只在一起一天，也抵得过孤独的上千年吧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，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都要逼人起了家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。故事要美，必须藏着真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却暗了，暗得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忆。